做的呢，我中午录的呢。哎呦我的，哎呦我拿个大棍子一顿甩，这帮人，哎呦我操，哎呦我操，哎呦我这人给打了，哎，哎呦我操骂呢，不让干，你看到没？又给抬走了。嗯，哎呦我操，哎呦我操，干起来了，好了，那我给录他们肯定能看着。喂，爸，咱家后边干起来了，咱家后边正对着要干一变压器，那多危险呢！楼里楼跟楼距离离得老近了，完了这人要扒，完了这帮人有个人搁那躺着那个地下，完了来了能有10多个警察，完了给这帮人打了，哎呦我操，我录着呢现在，哎呦我去，要进变压器那多吓人呐！你说正对着要去干个变压器。完了，这帮人都不同意。完了，这些人来勾机呀，搁这吧。没有呢。我等，哎呀，行了，一会儿给你打好了。嗯，我知道了。